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太酷了吧，水精灵，水精灵看起来很好啊，不是啊，摸起来很舒服，摸起来很舒服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。小六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羽。天气这么好，是一个适合打牌的好天气呢。今天是那个老爹办的 PCD 第二届 YouTube 杯，我今天已经不求获胜了，大家都是丧心病狂在打牌。来，我要掐刘佩旁边。来，这位是杰克。其实我今天在调查大家最喜欢的宝可梦是哪一只。皮杰。你是皮杰？你玩皮杰？所以你是玩皮杰吗？是。哇，下流。这位志奇。今天其实在调查大家最喜欢哪一只宝可梦。对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巨犬蟹。巨犬蟹太酷了吧。玩第一弹宝可梦的时候我就是玩巨犬蟹。那你这次来比赛打什么牌？就是玩中弹王。哎呦我昨天哇好帅啊，昨天在练习的时候他打至少十局吧，赢了至少七局，大家要小心。来，再嗨沙静。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皮卡丘，我不能回答皮卡丘。我今天最喜欢的是夜晚形态中年男们，因为我要把你拖出来打。干，所以是因为他的效果，所以你很喜欢他。我其实因为动画的表现，喜欢又帅帅。那你今天打什么牌？全场只有一副。哦，真假的？没有人跟我撞，索罗莎奈，索罗莎奈。索罗莎奈是不是？这么特别？那你要问姚哥。这位是姚哥。如果有看我们频道观众应该知道，是个化石系的，化石系的橘石兽，对不对？而且要多次的，就是进化版那一只。为什么你喜欢它？外形跟一般宝可梦长得不哦，长得不很不一样。第一代里面长得是比较，它有点异形感。那你这次比赛打什么？破了。可是不能这样讲啊，中文版对，中文版有出我一定打，我跟你讲。好，谢谢姚哥。好，第二届的老兵邀请杯啊，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们新加入的主办单位巨奇。我们皮亚卡之外的所有奖品全部都是巨奇爸爸赞助的，谢谢。巨奇爸爸家嘛，两箱在这边，每一轮我们都抽各两盒。再是凡青，其实我今天在调查大家最喜欢的宝可梦是哪一只，你是哪一只？皮卡丘，因为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小智代理。哦，就从小到大。那你今天打什么？闪电鸟，雷系。你看还不打皮杰，还说爱皮卡丘。好，谢谢凡青，谢谢。再来是信佑，你是哪一只？巨精怪啊。巨精怪，我超爱。那你今天打什么？不是，因为你知道，来，我听你说。我没有借口，因为我不想输。可是我记得你第一弹的时候是打巨鲸怪，对不对？这一弹不是应该也可以吗？没有，因为喷火龙太多了，会把你烧死。只能加入他们，我把巨鲸怪放在这。天啊，你好可爱哦！他就你身上的皮卡丘，对，他就是皮卡丘。现实是很残酷的，对，最后还是会妥协。所以你最喜欢哪一只？越一步啊！越一步，好特别哦。那你今天打什么？喷火龙。但没有越一步啊。有，可是不好打，因为太非常不好，对，太多喷火。对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哇，大家的烦恼都一样。来，这位是俊奇，对，八八。想要问你最喜欢宝可梦是哪一只？冷蛙吧。冷蛙，然后你穿皮卡丘，那你先打什么？我先打皮杰。哇，完全都不一样。有索罗冷蛙，但是有点难打。然后因为我又是新手，算是第几次玩？就只有跟老爹打过牌。就只有跟老爹打过，然后他今天直接第一场对到我。好，谢谢俊奇，谢谢雪兔，碎啦！你他妈只想来拍？没有，不是。今天我在出现了。你最喜欢哪一只？因为它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吗？对，就哦。你今天打什么？我今天打幸福蛋，我希望我回去可以抽到保钓枪。好呀。再下来是蛋蛋。Hello， 我蛋蛋。我来问大家最喜欢的宝可梦是哪一只？露琪亚吧。我也很喜欢露琪亚，它电影版其实蛮好看的。它就是我童年啊，可是露琪亚的牌组好像不太行。那你这一蛋打什么？闪 UB。完全跟露琪亚一点边都没有。毕竟玩很多卡牌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玩主流的。你最烂。接下来万星喵跟小鹿。好，最喜欢宝可梦是哪一只？百变怪。你是百变怪？你跟雪兔一样哎。是百变怪。不是，你喜欢宝贝怪。因为它可以变成很多宝可梦。哦，跟雪兔理由就不一样了。雪兔理由什么？他说可以变成他喜欢的人，然后那星喵呢？我最喜欢巨鲸怪。那你这一代是打？钢皮皮，因为巨
哦，十块已经下去。那你这一段是打体检？好，感谢两位，谢谢。那现在 AJ 要上主播桌了。好，顺便问一下，最喜欢哪只宝可梦？水精灵。为什么是水精灵？看起来很好啊，不是啊，摸起来很舒服。那你打的是水精灵？我打的是藤壶。多，所以假如说宝可梦在世界上，你会开一家水精灵风俗店，对不对？我要开沙奈朵风俗店赚钱来买水精灵。哦，这就对了。这位是阿芬哟。大家好。最喜欢谁？我最喜欢皮卡丘了。那你这一次玩谁？理解。哎呦，你算是少数符合的人，大家都喜欢什么玩另外一套。其实还没有入坑的时候，就有帮他画图，我觉得很帅，那超爱哦。了解了解，之后可以来玩，之后可以来玩。这几个比较，这个很香，哦，我已经闻到味道了哦。啊，所长，所长，你怎么在这？所长，这是今天第一名哎 ，Switch， 第二名也很棒。来，再来是样样，所以你最喜欢谁 ？Mini Q。Mini Q。我家有五六只他的娃娃，我也很爱他。对，因为我喜欢鬼系，有同号同号。我今天打什么？喜欢是喜欢，但我还是打强度孩子玩。耶！有，大家都是，大家都是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第三轮抽奖，第一位是鱼渣。哦，烂了烂了。一盒 A J。哦。我们今天主办的老爷战绩怎么样？零胜三败。我今天问大家最喜欢的宝可梦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吗？战斗飞鸟。那你打什么？我打。然后完全无关。完全无关。谢谢老爷。对。这一局对蛋蛋，昨天有跟他练一场，我知道他打什么，下流。好爽。他现在连胜四场，如果你全胜，你要怎样？我要感谢烧回去我抽筋。那你十一学会拿回家吗？真不要想，想了就没机会。第二位是阿布雷的孙孙，跟阿布雷全员都有哎。然后第四位是刘佩。各位，我上一场遇到丹丹，我输了。现在二三了，我要打最后一局了，我超烂的。我的敌人都用高配 ，PR 基拉奇啊，金场地之类的。哎呦，有想法哦，有想法，看来没想法了，没想法。还有，想法还在，你要淡了一点。拜托了，干，崩溃。该不会你也很卡？我被你马到卡了。哎呀，我的马下都做得好。哇，这场太卡了。哦，直接弃权，谢谢谢谢。你最喜欢哪一只？最喜欢这个。哎呦，波加曼。对，我最喜欢波加曼。那你打什么牌？水箭龟。那完全无关。是有什么关系？下一半是水箭龟跟波加曼踢。哦，真的。我先打水箭龟，打他的护卫。先熟悉。哎呦，那我觉得可以哦。我们都烂。这起第二，哎，这第三，我24名，我24名，你第几？跟大家说，第三，你是不是应该要跟你师父说什么？感谢我师父，心中猫的少哎，超猛！我就不说了，我23，干，可是我赢喜天。你很奇怪。哦，对不起，这太坏了，长嘴。老爹，老爹。那打完了，你最后怎么样？啊，我不想说，不想解释那么多。一胜五败是不是？哪有两胜？好了，我两胜四败。那边在打前八强哦，超级凝重，恭喜志奇晋级了。前八强第一场直接晋级，很屌。没有人打松蛋瓦斯打到这种程度。没有，很多松蛋瓦斯。真的吗？我希望 UB 赢。你等一下。哎，这也是那个嘛，喷火龙了。另外一个是 UB， 哎，这上去喷火龙已经超难打了。恭喜陆克获胜。那你觉得你刚刚这样打下，你觉得好打吗？有点靠赛的感觉。那接下来你晋级啊，你要跟维特打，你有信心吗 ？OK， 维特，恭喜你获胜，恭喜你获胜。可是你接下来要打碰头小丑，有跟他打过，很常打啊。我连他屁股几根毛我都知道。不用，这就不用知道了。加油， okay. 加油。一颗两颗。上来，没救了，好了，加油！哇，就是这六张有没有？160的。哇，厉害！哦，抽，黑玉，捐出来。
不要。总会有我了吗？不是我，再来。干！嘿！哦！终于！干，比你好多了。抽到什么？抽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一盒比较好啦。耶！好，各位观众，真的非常感谢老爹办了这次的活动，第二届的老爹杯也顺利结束了，感谢老爹，谢谢各位，记得去订阅老爹频道。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讲说，就是你们想要看我拍 PPCG 什么类型的影片，一部好影片就会有一个好的厂商。感谢 Elgato 赞助播出。假如说你们视讯很糊，相机也没办法直接接到电脑上，要怎么办 ？Canlink 4K 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即插即拔，即插即用，随插即用，给你们试一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相机加前面，相机转 HDMI 直接插进去，直接把你 4K 画质直接输出到电脑里面。出国电脑视讯，老板说你的画面怎么这么糊啊？用我们的 Klink 插进去，哇，瞬间变七星。远距恋爱跟女朋友饥渴难耐，你怎么这么糊啊？这时候呢，哇，直接插进去。我是说插进电脑里面的靠背啊。那假如说晚上用电脑的时候，机械式键盘太吵怎么办？这时候使用我们的 K70RGBNK2， 拥有我们业界顶级 TrueMax 樱桃机械轴哦，就在这边，我怎么就刚好有一台了？这个光泽，而且它下面这里，它本身是航空级铝合金法式纹框架，然后你们听，要按很大力才会有声音。那我们轻轻按。其实没有声音的，对，它本身的声音比一般的机械轴还要安静很多，所以你看它有可以自己设定的聚集键，上面还可以直接调音量，还有我们的 IQ 软体控制全键 RGB 动态背光，一个键盘搞定所有东西。下面链接点起来，里面还有很多周边可以给各位任君挑选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那就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还在下方订阅你喜欢，那继续追踪隔壁，按照粉团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那也别忘记要订阅黑鱼 Life 频道，对，在旁边而已。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们想要看什么类。PPCG 影片提供一些意见给我，之后有机会可以拍出来，耶！好了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